台铁有一班这像那要驶去台东的天路过火车站，雄雄庆安怎啊伫花莲水水车站来停车检查，啊，车顶总共有三班黄名乘客，啊，怎啊调到柜台调一点外钟？不出乌烟的泰鲁国号紧急停在花莲水尾车头，车顶360个乘客全部拢落车到第二月台等转接。啊，不过这一等就等点外钟，让真侪人感觉是真无奈。我当下坐在火车上面，就等他们故障排除吧。很少遇到那么久，然后现在火车误点的频率还蛮高的。这个种事件是发生在车到暗时6:10，一台为台北桥那开往台东的432泰鲁国号经过水尾车头时阵，不出乌烟，经过检修了，无法度继续驶，慢分80分钟。整个旅客的转乘都在站内，就换月台转乘这样子。延误的部分呢，旅客可以在一年内呢持车票到全省各地的车站呢全额退费。高雄泰鲁国号目前要停在水尾车头第一月台，代替表示因为这列车已经无法度驶，要派车拖回花莲去不断检修。初步调查是连接引进莫达车道的客轮箱内底接头无好，才故障，要拆落来送台北检修，才能确定故障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